人在这里吗？喂，欸，对不对？这里，我要找的是这一颗剑灵核心，在这个方向啊。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它？ 这上面要怎么上去？该何去何从呢？ 上去，我在哪里啊？这里吗？ 在这个上面。 交给你了，来研究一下要到底要去哪里。 牛蛙晚安。有了，然后，可以直接跳上去吗？那不行。 哎！哎，这！ What？ 上面不能上去吗？要从哪里出来？就是这里。为什么觉得画面有点灰白灰白？是什么状况？
走那上面看起来不能过去啊。哦哦哇哦，这是哪里？里面还有东西耶。我怎么上去？Over here, Seth. This ought to be good. 虽然温姐我开始有点乱跑嘛，在哪里啊？哎、欸、我。欸，我不知道这边可以进来耶，可我还要再收集两个。我到底是怎么样才会想到要走进来这个地方啊？我想应该是要这样子顺着这个路往上走吧，然后就会找到所有的插头，对。然后是要跳那个吧。这边还有一个。然后这里，这是什么？ I assume you've gotten it by now. The letter of apology from my superior. 对啊，我昨天从那边试很久都上不来。I have to attend a disciplinary. 断挂着也可以，可是你不想，什么概念？ Unlike you, I'm not millions of kilometers from Earth. They can't remove you from your ship, even if they wanted to. But they won't hesitate to fire me. I'm not mission critical.I won't waste my time asking you to put in a good word on my behalf, even though every action I took was for the safety of you and your crew. When I'm gone, you can ignore the rules as much as you like. Land on Far Eden, declare a special kingdom for you and your forebots, and never talk to Earth again. What do I care? Good luck to you and this. 还好看，你不想看都直接装不在到底吗？不是眼窝里都这样子吗？我在看 TK 台的时候也是啊，我也是挂着。还有漏掉哪里没有拿到东西吗？应该差不多了吧。哦，what？你帮我身上会着火。喂、欸，阿刚那个嘞？我刚不是有捡一个那个吗？电源机器人在哪里？欸、他去哪里了？欸，打开了耶，他自己下来了，这可以下去耶。所以这就是我要找那个核心的位置吗？储存室攒集站。进去看看吧。
你也可以用别的铁铁假装不在，但其实在吗？怎么觉得好像知道了很多不该知道的东西？这样好吗？这好黑哦！这么黑啊！我想要一个舒服一点的椅子，可是我现在这房间放不了。烦，哎，是 Viola。Violet, I got places to go。不用换吧。限时内完成地层任务。开关吗？我没有看到开关啊！哪有开关啊？前面有个开关，我打不到。What？ 呜！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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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拜托让我上去。哇塞，这要怎么过？哎，哎，都会太难一点。哎，哪有开场都把我踢下去的啦？哎。这什么概念啊？哎，哎，有了有了有了，动了动了动了。哦，那边有那个、哦。
啊！还要推我下去？ 哇，我操！这状况下，到底谁有空去打那些开关啊？ 哎呦，各种恶意满满，然后这边要怎么办？ 啊，最后是什么？ 啊？ 不要！你还好没下去。哎，明天放假吗？结果只看到这点，不会啦。可是这个也太难了吧！哎哎。 三分钟怎么可能过？要开玩笑吧？哎，有人，要先过去，然后再跳上去踩那个。 先到右边，哎、欸，有了，啊，哦，只有开一个门而已，因为只有一个完成。 准时关比准时开困难，是不是？我看有没有精灵核心啊？有血量的，什么？也不能破坏啊。好了，至少我这个可以开了。太难了吧？太难了吧？那这个里面是什么？ 这是我要的核心，核心是要时间内完成才有，是不是？啊，那是什么？这也是一张设计图吧，我想。去看一下底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
这颗是可以互动的吗？有了，找到了，好了，至少有一颗。 你只能挂着，看来直接只能对不上吗？这样很奇怪嘛，应该还好吧？这件比较乱啊，天阳钟应该都是固定2、8点的时候开啊。好了，这边有一颗嘛，所以我去找外面的东西好了。怎么样出去比较快啊？然后这区为什么都白白的？ 是某种沙尘暴的概念吗？我要跳哪里？要跳这个吧。这个要过去之后用战士去藏那个地方。 不要怪我的，凶残，难怪都不捡好吗？真的好像拖很久了哦。那可以飞得过去吗？试试看。 不行，那应该是从这边就可以上去了。Open Sesame. 哦，这边还有一颗剑灵核心，哎，是什么的？
到哪里了？炉钢。这里有两个精灵核心。这里吗？哦、oh, shit！ 还有这边的怪比较弱。而且你一个零贡献零成果吗？会啦。左边。我靠！不是吧？哎、欸，开个箱子冲那么多只出来，是有事情吗？好了，这下这个是怎样？不能开的意思吗？可以了，可以开了。也可以走吗？这看起来就不能走啊！哦，哎、欸，走到地图边界，所以不是这里哦。那沿着这个沿着这个石壁走一圈过去那里。那边还有两个零件没有捡到。在哪里呢？看起来好像要爬上去。应该不用进去吧？可是这样我不能，没地方站。欸，这边可以。这个方向有了，我看到了，我靠，找不到。到了，Hello Jason， 好了，继续。在哪闪的？也要闪的啦！每次读取都会这样子，很怪。炉钢。也又是一样的吗？又是跑酷的关卡吗？他都不要啊！又是
就是这种现实关卡很烦欸。 哎，买了这些东西吃久，发现吃不完，不会，等下就吃完了啦。怎么是黑屏 ？Life House 是黑的吗？哎，Life House 又黑了。 应该没有才对啊，他应该是刷新直接就好了。 怎么又有蓝色的？啊天哪！ 这是什么？等一下，啊，这要怎么办？ 还有两个。 试试看后面要问一下那个吧，我也不晓得要再调什么，可是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要跑出来的感觉。哎，哇靠！等一下，不是这样的吧？哎，等等等等等，哎，哦天啊，天啊！不是现在还是黑屏吗？可以试试看能不能看那个退取的。 不过我有点忘记那个 Life House 那个解决的语法是什么，但我记得是好像是加 Flash 还是加什么的。
on, Duncan.还有超多只的，等下这边还有一个黄色的开关在哪里？ 还来啊！哎！天啊，会跳下来！哎，不要再来撞我了！ 检查一下有没有 ？What？ 它是什么颜色？等一下，它是黄色的。 等一下，底下也有。 快拉出来！有了，这到底是什么？ 这还有一些没有开的开关，把它开一开，等一下，6个黄色的，7个，干嘛？这个开过了。 黄钥匙，这边好像有一个黄，对对对对，这里还有一个黄色的，刚刚有看到。有了，天哪，这关也太难了吧！重点是一个殊死战呢，就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面要打6，4轮吗？还是5轮？5轮吧。
好啦，至少我有开到两个，这是剑灵核心。 撞墙的这样，我发现这游戏的练功成分其实还蛮重的，就是它其实要花蛮多时间在寻找这些收集这些东西，因为我发现后面的关卡打不太，通常它不是还有底下一层吗？还有下面那一层吗？还有下面这一层。 今天晚上不平衡吗？游戏跟麦克风的声音，我的画面真的都白白的。原因为什么？这位置不好，等一下。 哎、欸！我靠！有一只，哦，没拔到。 接下来去哪里？这边还有一颗，不知道是哪里的剑灵核。 本地这边也还有一颗，现在有几颗？ 地图上要到，也就需要15颗，所以我其实要把这边的都收集一下才可以。 看一下这箱，那这箱在哪里好了？左手边的方向。 上班吃蛋糕还好吧，很正常啊。我以前上班的时候还会去吃个下午茶再回来之类，合情合理啊。我靠！
前面有什么？要换你了！我靠！这只是啥？这只是啥小啦？ 天啊，这剑灵核心欸，藏在这里，这太机车了吧！这太机了，怎么会藏在这个地方啊？哦天啊！哦，就是，标塔五叶旁边这颗哦，太贱了吧！没有机马可以玩，你要去机皇。 可以买来玩啊，还蛮好，起码还蛮好玩的，其实，真心不骗，那真的还蛮好玩的，真过不去，这应该是要绕那边一圈的上面。 对，在这里。我真的觉得他那个地图应该要设计的好用一点。不小心就直接把它打爆了。走错方向。走错方向。这边才对。你有别的朋友吗？去和外国人玩一下。对，在这里。 这样在哪？哎呦！等下，什么东西？什么？从底下上来是什么意思啊？ 前几天买激光不知道买一送一，就有几个朋友，然后大家都多一款。哪里还有箱子啊？ 这里吗？刚走过头了，这个方向，难道是那里面？是，就是你。发现买一送一就被公干，这买一送一比较便宜，不是吗？这样不好吗？再一个在我屁股的方向哎。 还有哪里会有啊？这个箱子吗？还有哪里会有箱子呢？哎，上不去。
这里吗？好像没来过。哎，开过了。这方向数据还有一箱。 箱藏在哪里？在我的下方。我到了。Open up. 可以退，应该2个小时内可以退吧。 还有一箱，本来想说算了，反正可以留这个话题公干你嘛。 我感觉好像有点凄惨啊！哎，找到竞技场地了，有一个新的建立核心。哎，等一下，谁是谁？哎，他躲去哪里？ 方向就往右边走，2个小时内可以退啊，没错啊，是游戏时间内2个小时吧。 这个是沙小，要装电哦。对，就是这个。可是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启动它。它不是鉴赏期7天的概念，它是一定天数内吧。然后你游戏时速不超过2个小时就可以退。 跟游戏时速比较有关系。这个吗？ 视野，看你要找6个。 我有这样退过几款游戏啊。
不是箱子，是打坏的。这是什么？飞行基地。 昨天大家都玩十个几个小时，就没办法了。Let's stick together, okay? 散啊散的，我就晚一点要把那个 Lifehouse 如果看到会黑屏的话的那个网址改变的方法写在 Lifehouse 底下，可能到时候又有人坏掉。 这看起来就不太妙啊！要把 Duncan 换成那个嘛，算了，就这样吧。解锁，没有开关。 先不以时间为主好了，先以开关跟钥匙。我靠！ 容易打到我，被把他打爆了。 到了，血量提升，就是那个后面加 flash 你要逃离这个聊天室，因为不能玩机马吗？这个好像还没有开，对不对？开到，开关吗？ 没了，箱子。 他听不到你说话，也不能玩，基本还要一直被刺激到。为什么会听不到？<笑>
他在上面哦，只有看聊天室哦，不能开声音，了解。找开关。 感觉是要叫我往上爬耶，叫我上去吗？好像上不去啊。那上面应该有条路，我看一下。好像可以上去哦。 那比方说，看现在看 Live House 还会是没有画面的状态吗？哇，还好没有掉落伤害。哦，是这个方向吧？ 这要怎么做？这边要怎么样？有没有东西可以瞄准啊？Over here, Seth. Surprise, surprise. 你妈心灵坚强。 哇塞！
这门怎么关起来了？啊，好像要靠那个。 对，他是靠这个开关在把那个门打开，然后要在这趁这个空隙冲过去。 有了，还有吗？ 是这种看起来不太妙的地方。出 boss 了，是吗？ 结束了，关卡长这样而已哦。那我可以回去前面吗？ 我回去把那个开开的开开。 再开正前方的门吧。哎，哎，啊！好了，有了。 看下这是开哪边的门，这个地方的门。To me. 钥匙在那边看到了。
然后这是干嘛的？交战中。 好像没什么东西啊，门要怎么开？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 那怎么上去？去踩那个门口的开关看看可以干嘛？ 那边的门可以开。 这边也是没有开关的状态啊，没有啊，没有啊，没开关啊，撞到。接下来要去哪？底下还有一个开关可以踩。 是开哪里的门啊 ？What？ 哦，这我已经拿出来了。那这个门要怎么开？还是这门是坏掉了？ 我还差两个。诶，是刚来过的吧？ 不对，不是这个，这个吧？地图有标吗？核心插座已经拆了、啊，我这边有少开一个箱子了。我在哪里漏掉了？ 找不到另外两个在哪里，就这样吧。至少有拿到黄色的，可以拿到剑灵核心就好了。因为后面的关卡需要你的核心数量要在某一个数，要符合最低数字。比如说它，应该说它的关卡的入场券就是剑灵核心的数量。那剑灵核心的数量如果不够的话，会。
无法开启后面的关卡，然后于是就被迫了你要回头去解，就是地图上一些边边角角的任务。我原本以为只要主线一直解就好了，就不行。感觉这个很容易迷路吗？有一点，但它路没那么复杂。漫游地图的时候比较容易迷路，可是像这种地层关卡就还好。那基本上都走一条路径啊，只有那个讲完了。地牢像这种在地牢里面都没什么问题，可是，在世界地图的时候很容易迷路。圣明号路现在画面是黑的吗？我好好奇。其实我的 Live House 一直是黑的。来看看，应该差不多要回去一下。正好一颗吗？要在地图里面漫游，我才有办法找到这些小关卡。先回到行者，我去补给一下，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啦。不想要让你一直破，可是就是破起来还蛮花时间的，其实但好玩。不知道多久才能破台。来做一点设计图，要有他的吗？可以做耶，终于可以帮他升级了。可是哪一种比较好啊？白色夺命，白色幼蛛，白色铁。再研究一下好了。Nice. 哈。Sweet. That did it. Bingo. Got it. 这都不够哎。好吧，升级都不行。狗狗剩就没用了。还差一个红色的头还没做出来。天啊，变好帅哦！箱子打箱子游戏叫 Wallet Box。
额外增加血量哎、欸，哪一部位啊？ 要用这个来吗？血量还好，可能他不太会被打到。会啊，在屁股后面。 老皮刚也在玩，真的假的？一窝蜂在玩，到底怎么回事？没朋友无法玩啊，可以买一买一起玩啊。 战争是最花时间，都没有比较快的暗法、啊。加升级有点麻烦，可是因为它本来是 Xbox 的游戏啊，所以会这样设计是可以理解的。它是直接按住 A， 然后让它快速充满现在这一个等级的掉。 就等级低的都会跑比较慢，等级高的时候就会一直吃比较多掉。那现在是5而已嘛，5就看起来很钝。然后，可是如果你数字大了之后，它就会一口气跑比较快一点点。它好像是一样的时间，就你按住它就是固定的秒数内会把整条跑完，所以。 就按住吧，反正后面就会变得比较快一点。这前面看起来慢而已，但每次跳一点的时间是一样的。<笑>嗯，对，是越跑越快没有错，可它不是真的越跑越快，是每一次那个实际数值增加一的间隔是相同的。就比如说。 我一下一下按是这样嘛，可是如果我要只要按住的话，它读条读满可能都固定是1秒钟，那只是因为就是那个前面等级因为等级低嘛，所以你是要5格或多少它就满了，那就会看起来跑得比较慢。 我现在有多少核心？14颗，还要再找个几颗来用。来啦！Let's do this, Violet. Violet.
哎，这个进不去，是45。哎，这个很近，可是这我还没解过。可是这要75才能开哦。天啊，我后面要这么多，要收集多久啊？ 但这区还没有逛完，对不对？ 就逛这边的，把这区先探索完好了。今天目标就是把第一区域探索完，很彻底的探索。 我手机充个电，我……这开地牢不对，哎。 这区应该差不多了，那不是钥匙？这什么东西啊？这是破土了吗？等一下。 破土吧！屁啦！哎，你为什么可以站在这里？哎，破土啦！大破土哎！什么概念啊？ 这样子我拿不到哎、欸，拿到了，超怪的。
哎、欸，这样我还不会死掉吗？哦耶！哦，好，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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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倒数计时，快点！然后我在哪里啊？ 在哪？我走对边吗？哪里？ 可以吧，没东西了。对，刚是这边破图。刚我刚不是解过了吗？ 在这里。 去，从这里好了，比较快。 那个上来。
来不及，剩余时间不够。 刚过了吗？那真的跑了吗？等他下班的时候，可以问他要不要玩那个机嘛，然后就会又出现了。 凌晨3点，我刚撑不到的时候，找一下这个好了。这放，哇，上去，有了，是你吗？ 这边有什么？想说米蛙说要离开是说说的，可是他在上班啊。 再来要去方向嘞，这边还有一颗没有错吗？但这是什么？我看到那个该死的箱子了，可是我跳不到啊！要从哪上去？
距离都不够近啊！应该可以爬吗？ 这个是什么？我解过了吗？ 好像是回到前一个区域。那我回到这里了。哦，这边还有一些精灵核心没有拿耶。这边的应该比较容易，在这边找一下好了。 What? 哎，你不要给我缩进去啊！太贱了。What? 哇塞，看起来有点强悍啊，这个。 给我过来！ 再来，有了！就是Life House本身的问题了吗？这个感觉就像我野外 BOSS 一样啊！那上面感觉可以上去，不知道是什么啦。找到对的颜色打它，看下这边能不能上去。感觉可以靠这根跳上去啊！看错了。 这根到底是什么？哎，上不去，还可以再跳得更高吗？本来是最高的。
看起来好像上不去，也不是上不去，就算了。看一下还有哪里可以去。 吓我一跳！我去，剩下赛斯一个人就把他干光光了、欸。 看一下啊，这边还有一颗剑灵盒，这个方向过去。啊，那边好多看不到啊，还是你在 Twitch 上面看？ 跳不到，可以上去，上不去，一定上不去了。 对啊，那个是在哪里？哦，我看到，我看到了，这里。The Mark 8 mobile maintenance habit, double thick hull and redundant systems throughout. We built them to last. Of course, no one thought they'd need to last this long. 这边有一个剑灵盒，像。 然后呢？ 这个底下还有一颗剑灵核心在哪里啊？看不到，这个吗？有掉落伤害。
哎，这边光洲又来了。哎呦，藏在里面哎。 哪里有嘞？这里还有一颗正前方。 在那里吧？这我要怎么样上去那里啊？路吗？Come to me. 这样飞得过去吗？因为还有东西可以捡，但要先上中间这颗，没有木板可以跳，要先爬这根上去。 上去的路。
还有哪里可以上去啊？这里好像可以。 Surprise, surprise. 蓝色海怪。 看一下这个吧，这个好像还没，好像还没起，这个还应该还没起。啊，不对，就是这我不能接那个啊，靠背。对。那不是还有一颗吗？这在哪里？ 偏右一点点方向，找一下，找一下。哦，这里。 Fingers crossed. 这样也有一颗哦，还有吗？还有一颗，有点像这个方向。 找不到欸，那这边应该有一颗啊，那有个箱子没有？我也拿了，这上面的箱子还没有拿在哪里？有箱子。
这里。 Better be good. Then, 这两颗不知道在哪里。 但这一区还没去过吧？ 先回行者一趟好了。那亮亮的是什么？我一直听到那根柱子有越跑出来。 奇怪哦，我到底看一下到底要怎么样收集才会快好了。 我猜，八号应该没什么资料可以看。一起来看台风。 哦，台风好大哦，要来了吗？好酷哦！ 我停一下，我把它重开一下，看看它爆了会不会有。